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蒙古自治州博乐市。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胖子哥。这会儿是不是大家觉得是非常亮而且非常漂亮的？你们猜猜我在哪呢？我在天山山脉赛里木湖啊，这是赛里木湖景区。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音乐广场啊。赛里木湖呢是新疆海拔最高啊，湖泊面积最大的一个高山湖泊，也是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唯一眷顾的一个地方，所以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果然名不虚传。其实我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下午的9点多了，9点多还天还亮呢。然后呢，我们在景区周围逛了逛，拍了拍，然后就到这会儿了，一不小心10点半了。到了赛里木湖呢，除了围着湖泊公路绕上一圈呢，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啊。但是呢，有在新疆呢，有一位本土歌手呢唱了这么一首歌。其中歌词就写道：赛里木湖冷水鱼不吃绝对后悔啊。正好呢到这个点了，来往的游客呢还是络绎不绝的，就是说是咱们可以在这边的酒店住下。完了以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随着这个嘿，看过你的视频哦。嘿，你好。来这儿了。对啊，我们刚到这个地方。其实呢，我刚是忘了给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啥，在来赛里木湖吃鱼这是对的，但是呢在98年以前呢，赛里木湖是没有鱼的。在98年以后呢，咱们国家呢对这个俄罗斯呢引进了这个高背鲑冷水鱼等等其他的一些品种，所以说至此之后赛里木湖才有了冷水鱼从2000年那会儿第一网下去一直到现在，鱼类的品种还是慢慢的开始增加，而吃鱼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非常多的。
个肥绳子。荒野求生第一境，开车。不要再沉默，不要再多说，支离的破碎又能如何？不要想太多，没有对错，梦就在前方，唱自己的歌。不要。哎呦，有位网友说是童心依旧。我的家乡啊，歹得很，那肯定的呀。这会呢是晚上的12:20了，我们在赛里木湖边上，扎营露营了。这会呢，瞅着这点时间呢，我的笔记本还有点电，回复一下大家。这段时间呢，我们老是在路上跑。回复大家的时候就是闲的时候啊，比如说这种时候闲了，然后回复一下大家。明天时候带大家去试一下咱们赛里木湖的冷水鱼啊。今天呢正好呢赶上今天晚上月亮也有呢，星星也有呢，一会儿回复完大家，我自个儿外面待一会儿，看看星星，看看月亮，说不定远方的亲人们、爱人们、朋友们都在思念着我，我也在思念着你们。啥过去做拿一个，那鱼是多重？鱼是1公斤，大概是1公斤23吧。1公斤23。嗯。哦，行，好嘞。拿一条鱼，告白龟的，完了以后。这个锅还在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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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冒着，闻起来呢有一股胡椒味儿，又感觉像是孜然味儿，但不是。尝一下，因为端上来特别烫。这高白龟呢，以前啊它是俄罗斯的嘛，他们吃的时候应该都是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片儿那种吃。而进了咱们中国以后呢，基本上都是清蒸呀，像这种砂锅呀，或者就是盐焗呀这样子，要么就是炖汤啊，要么这种吃法。其实呢，我这说实话这也是头一次吃，给大家说的这些呢，我也是在了解到的啊。它鱼下面还给点配菜，什么大蒜了、芹菜了、辣椒了，还有啥玩意儿，皮鸭子啊。但主要还是吃鱼，鱼不错，毕竟是赛里木湖出了名的鱼。说实话，这鱼的味道呢是着实不错，大家来的时候来赛里木湖一定要吃赛里木湖的鱼。但是如果说您错过了赛里木湖的鱼，那您就来这个伯乐市里边，市里边这是哪条道？道我忘了，但是呢，你导航一下就知道了。西雨亭。我先不跟大家多说了，我先吃着。啊，这个鱼确实不错。然后吃完呢，我们带大家去伯乐市市区呢溜达溜达。大家都知道这个伯乐市，里还有这个新疆生产建设生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师部在这里啊，对吧？这是一个兵团师。伯乐转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就进发这个金河县。金河县溜达完，提前再给你说一个点，奎屯啊，这两个点先告诉你们啊。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桌上只有3个菜不够吃呀？留着肚子还吃5台杂烩汤呢，是吧？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遇见新疆你，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我们有啥说啥。追寻幸福的方向啊，一路的长，带上你。